我们稍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廖伟，嘿，怎样？你还记得我们国二军的格数露营吗？我记得啊，那时候有萤火晚会。萤火晚会，超嗨的。哦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那么嗨哎。哦，对啊，那时候我还上台跳舞哎，超级无敌嗨。跳舞？你会跳舞？对啊，你想看吗？哦，不想哎。啊，你不想看哦？好吧。对啊，不跳了，不跳了。哦，那时候我跟你说，我超气的。那时候我们男生那个帐篷啊，就是在户外的啊，然后就下雨啊，然后就很湿啊。哦，对啊，那时候我们搭帐篷，然后男生都被雨淋湿，然后女生就可以睡在遮雨棚下面。哦，对啊，差别待遇。对啊，超糟糕。那我们就只能去睡那种很像难民窟的地方啊。那你知道我更气什么吗？你更气什么？我更气的就是萤火晚会那天啊，我是第四中队嘛。第四中队。对啊，那第四中队就跳舞啊，一直跳，啊口很渴，啊汗流很多，然后汗流很多，然后口都很渴，然后队服都不给我们水喝，哎，真的超气。哦，你真的很气耶。啊，你是说你是第四中队的？啊，你们人口都很渴。对啊，第四中队的人口都很渴。队服都给你们水。对啊，都不给我喝。四中人口很渴，然后都不给你们水。啊、四中人口超渴嘞。四中人口渴。哎、欸，四中人口。让我们欢迎26届郑承哲学长。27届江元新学姐。28届，28届王道勤学长江老师学姐带来的四中人口。好的。所以我觉得很好笑啊，他们好可爱、啊。好，我是26届的郑承哲，然后，讲话。我是27届的蒋延行，然后28是28届蒋老师，然后贝斯是28届王道勤，然后卡洪是孙悟空。哇，你帽子要不要？好，其实蛮开心可以回来的，就是看到他们在前面耍白痴，然后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很好笑。只是也很久没有喝味道了，味道好像最近变得超多的，服务室好像没了，真的是不知道吧？没事。好，对，所以就很可惜。好，然后今天要唱的这首歌叫《四中人口》，然后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叫？它其实是在讲一个就是有点大家迷失自我，然后找不到方向，其实蛮符合在座各位吧，至少我没有了。然后就是很多人都迷失方向，然后不管你是大学生还是高中生，就是觉得你现在只在读书，可是好像没什么意义。然后玩社团可能被家长骂，抱歉，就是被家长骂，然后可能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方向，然后也不知道未来要干嘛，反正是。其实我觉得不用想那么多啦，想那么多也没有用啊，你也想那么多你成绩也不会变好啊，也不会变烂啊，对吧？所以就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吧，反正真的不用看太，先跟家长说抱歉，真的不用看这那个课业太重，真的那个真的只是占你人生很小很小的一部分，只是你也要必须要认真读书，因为那是就是你未来人生能够成功的入场券，所以认真读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，但是去做别的事情也是更重要的事。没有，其他事都要讲到很文青的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带来这首《四中人口》。
表演已经告一个段落，然后现在会给各位中场休息十分钟，请各位在3:05的时候准时回到现场，谢谢大家。怎么感觉有点面熟啊？
心。哎，握手握手。要要礼物啊。然后最后表演即将在5分钟后开始，请各位尽速入座，表演即将开始，谢谢大家。